现在是凌晨4点钟，我们今天要回老家过年了，激动的一夜没睡。我们昨天早上5点钟从重庆赶回来的，就想着能提前回家一天就尽量提前。然后昨天下午回来把东西都收拾了一下，东西已经都准备好了，一会儿直接装车回家的心情还是很激动的，睡不着，根本睡不着。太早了，起来了。你睡着呗？睡着了。那装不装了？装。这个应该是每个人走的时候穿的都是满满的，来的时候穿的都还来是满满的，对，还行，够咱妈装的。这一节刚好给咱妈留了，对，是吧？嗯，走吧，走。睡着呗，姐姐姐，那早就行了。昨天爸爸还说你估计一夜没睡，一夜都没睡。多多点着这一个。扎个板子，哪儿吧？搁路上吃。到路上吃，啥心情啊？戴反了口罩。口罩戴反了。高兴。走吧，看他在那儿大一包小一包的。回家过年啦！回家过年。回家的风景是最美丽的。看见没有，这都是你天天想的啊，这都是俺妈天天想的一个地方。大棚应该先转到大棚，现在想起来了，现在要去邻居家拿钥匙去。谁给咱了？嗯，热闹得很啊，现在是吧？那是你的粉丝啊，铁粉都是粉丝啊，铁粉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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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那个气质，有那个气质，不得了，不好意思了啊，可有那个气质，先喷一喷子再进家，先喷喷，这是鬼鱼是吧？走走走走，俺院里脏了哟，哎呀，脏了。也还行吧，不算太脏是吧？哎，今天是我想睡的就睡的，对，随便睡啊，回来迟到了呗。挺感觉门都没有锁，咱咋嘞？门都没锁，妈日食夜想嘞，天天想，天天盼。今天带你了吧？带你。踏实不踏实？踏实。给他做梦都想回来。这回睡觉都好好的睡都行了，睡到自己的自然醒，对老家的地方睡最踏实的是。歇会儿得干。一到家都干活，觉得这泡泡，觉得这活力。